对，好嘞，来今仔嘞非常欢喜来为请哦，非常欢迎来邀请你这位实力派唱将，唱歌不了盖好听。我们今日大家拢是实力派，是今仔拢十粒的，哎，不止十粒了，两十粒的。你搁加两粒？我无啦，我看起来未输到十波的啦哦。无啦，安怎看？你爱看起来，我就看。啊，真的吼，哎呀，我来拿表 VIP 室看麦。今仔是看麦。今仔是咧比赛较大粒就对啊。看真诶假诶啊？我跟你讲啦，咱两个吼可能比起来吼，无人后壁迄个吼一粒大啦。后壁迄个啦。哎，对啦，迄个较大啦。那阮第等得久诶。哎，迄算讲吼，迄光明顶吼，光明千顷吼，千顷万里诶吼，迄光明顶较大咧。啊，咱即算讲就是吼，迄个机点啊吼，附属作用。无啦，附属诶尔啦。教你，啊，怎讲是查某的，真正无礼貌哦。哎呦，咱讲吼，新年新希望啊，我的新希望，希望我哦变大，无什么变大，哪里变大，钱变大是不是？啊，无，咱讲吼，新年新希望了吼，爱祈求啦吼，我祈求什么都无济啦，甲祈求我身体健康，会当万事如意，安尼啦，祝福弘扬化经安尼尔啦，对啊，啊，所以吼，祈求要求无济啦，啊，无吼，做新民真正讲吼，新的一年哦，要生哦。真正讲啊，头壳戆戆啦，哎呀，少人甲祈求啦，所以咱要求无侪，咱甲要求一项身体健康就好啦。哎，对，做人袂使伤过贪心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哎，我若身体健康哦，哎，但别领钱哦，头家就好啊。喂，我真领了。身体健康啊，我真领了。哎呦，真正讲，我若身体健康哦，家庭才会好咯。啊对。啊对无吼，所以咱要求伤侪，对无？无咱生命真正讲戆刷刷，唔知要哪安尼。得求东，搁兼求西啦吼，但是有诶嘛是安尼啦。人讲求东得东，求财得财啦，求日得日，才会当财日丰收大赚钱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吼，可能就讲加持之下咧吼，保佑咱在座所有好朋友吼，弄当了心想事成。因为咱就我们讲吼，真正有灵感。对，你看一般啦，咱咧嫁娶啦吼，人咧嫁娶时阵吼，拢一定爱来甲你求你王公半杯。对，可以坐定，真诶啦，这边风俗拢是安尼。你个要嫁诶话，会当来半杯。啊，是安尼哦。对啊。等到我走到第二村。喂，你无啊啦？哦，我无啊哟，无啦，等阮到第二村咧做坐咧。啊，对啊，所以吼，咱就我们讲非常有灵感，也保佑咱在座好朋友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啦吼。非常感谢咱在座好朋友。我们本团的来自咱今天隔壁庄顶了，也是咱飞鸿庄子团，由咱今天少年党的吴信荣出来率领一连串可能节目，相信吼安排在看个节目嘞。那这个奶茶菜就咱四位众神来去的好朋友，让咱的经营再播满出来。啊，非常的感谢咱今天拢伫帮忙当中的共同来参加一场的聚会。啊，看到有粉丝的甲我问啦吼，今天你啥穿安尼？我甲你讲啦，最近哦家庭了啊困苦一丝啊吼，我甲阿妈迄内衣裤摕出来穿啦。阿妈的裤无，伊无穿裤。无啦，阿妈都穿个内衣裤诶。家己只配穿出来俩。因为吼，伊是吼天气伤过寒吼，啊摕内衣裤起来穿者。内衣裤。啊，内衣裤。内衣裤真帅呢。啊，真㖏假？真歹。啊，好个。人家骑重机诶时，拢穿这种裤。啊，真㖏哦。哎，才能凸显我的身材。对。哦，较好的身材。较袂高调啊。嗯，我甲你讲，毋是因为我最近发现了我咧臀部下垂。你无讲我无看。啊，真㖏哦。你穿迄领内裤爱脱落。啊，真㖏假？安尼才无看迄。我甲你讲，迄个哦。迄内裤若脱落了，后时阵哦变作中风胶啊，都卡到，啊卡吼，磕，感觉不舒服，会想要放尿，无咧嘛，真正讲，拄着这个哦，正到一寡吼，迄个形象完全都没有了，无像咱一开始讲哦，帅气的妹妹，你不是气质路线，喂，你的路线看人无共，啊无我路线，倒一个路线，啊你的路线足大条的，啊足大条的呢，哎呀，你爱有够大条，叫做，哎呀全方位，哦全方位，无影啦，那有你的全方位对无，不但高唱歌。国高跳舞对无，国奥高按来人客观，是咱囡仔因为经费的关系，无我就想要看你跳的，真正讲。我较想要看你跳。哦，我无多啊。迄个人吼，人啊，到这个坎站哦，如果比你身体欠歹，就去我这跳。无啦，你这皮哦，一定做好跳的。啊，真正假的？做好夹的啊。做好夹，我嘛咧想咧，我刚刚猜出来你来跳。啊，你裤爱穿哪有啊？我头等哪里哦？袂使哩，我讲话讲好，我就脱来啦。我会穿哪有哩啊？内裤。人讲泡
写遐绵绵，才办事如意大，幸福大贵，会当幸福万万年，对吧？啊，你来看，那当然我亲自写落来啊。嘿，啊，你考照啊？我见阮家的，我见阮家的暗时会找无人。没啦。啊，真正真的真的真的，所以哦。招你去对吗？无啦，我见阮也找无着人啊。哎呀，今天来考都唔阮家的啊。哈哈，那紧啊。阮家我都无习惯，哪来今天来考，哪无感觉无感。无差啊。啊，你四五领。我新我新。哎呀，四五领拢无习惯啊！你只不过加一领，感觉讲好奇怪。四五领俩。啊，对啦。较欠一大，较欠的，厝内你做事哦，阿咪讲介好谈。好嘞，继续来安排。谢谢继续安排，妈祖的囡仔。好嘞，妈祖的囡仔继续。你顶个当嘞，拢讲袂出来哦。Okay.
天神的心，感谢你高阿声来鼓励啦，谢谢高阿声。听讲讲哦，听讲高阿声跟修来分天神能够大发财。对对对。你大家好朋友做人真正该好，下当让你招财有钱报太钱，听讲讲讲，在新的一年呢，让你秋不冻，三宝让你过了真快乐啦哦。对对对。